我们今天来到基隆的望海巷，我们来玩 SUP。现在已经有人在玩了，就是这个立桨。而且这里的水比较干净嘞，就站着玩的、啊。站着玩，对啊，我们要吃晕车药，晕车药嘞。我们算蛮幸运的，因为前几天都在下雨，然后今天没有下雨，天气也不错，你看，不会晒到太阳。他说蓝色货柜屋旁边有一个站板。那我们今天除了这里以外啊，我们等一下还要去和平岛那边逛一下。听说现在有一个叫做和平岛岛屿生活节，然后来这边看看。这边先玩，好吧？我们先玩这个。我们今天就是北海岸一日游，暑假嘛，就是要玩水。我们都没有来海边，这里吗？对，因为你不想要晒啊。这个小妞就是可以来这边拍照，她才要来。我觉得是这个。哦，对，应该是这个。好的，我们先换装，等一下下水啦。你会怕吗？不会怕，里面居然不怕水。小时候那么怕水，现在不怕水。它不够高啊！教练帮他拿。很小，很走。嘿嘿，别怕。水上蛮干净的，蛮透的。可以吗？等一下，帮我稍微往前滑一点点，大概到那个位置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不要靠近那边，有白色浪跟岩石的地方比较好。今天水算蛮干净的哦。今天水很干净哦。对啊。真的，今天水很干净，可能这几天有下雨有加持。好，屁股坐上去。对，坐上去。哎、欸，水超干净的、欸，给各位看一下。是不是水超干净？要去哪里？哦，厉害哦！谁捡来的？哎、欸，水很干净，对不对？哇，教练加速了，这边加速了，教练来救你了。惨了，我觉得我会晕船。但这个画面截图下来应该就蛮好看的。好饿。等一下，我先在那边吃东西。你还不搁浅呢？对啊。我来了。这边大概多深啊？这里哦，这边应该两米而已。哦，两米啊，哇，也蛮深的。这两三米而已啊，可以啊。这边已经三米了，已经踩不到底了。哇！有点恐惧耶、啊！可以吗？好可怕、哦！有冲浪的经验吗？没有。没有。有啦，今天冲浪啊！耶、yeah, ，下水了。我先漱个口。我应该要去刷教练的船，那我们就可以轻松一点。好，我现在要试着站起来，我不能再掉在水里了。好吗？哦。
太小。姐姐，哦，姐姐站起来了，哦哦哦哦，厉害啊！啊，那我跟你一起。猪仔，拿着。姐姐已经很熟练了。我在我刚看到了。那我要放飞你哦。我是猪队友吗？有办法问他要不要拍摄声音？他刚刚对我装架子。他会现在已经拍照吗？哦哦哦，强哎！哦，你强哎！赌上爷爷的名声。好，我先上去了，我有点晕。我得晕船了，所以我先下来了。他们还要继续玩。哦，很厉害啊！哇，厉害啊！很帅耶！可以八拍一些纸的。OK， 我们换好衣服了，怎么样？好玩吗？第一次体验立桨，对，我发现这边还不错，你看风景很漂亮，然后又有沙滩，而且水超干净。这有一个小缺点，就是这里没有洗的地方。对，我觉得应该要设一些，我觉得应该要设一些小水龙头啊。对，因为如果你来踏浪啊、玩沙什么，至少有地方可以洗。至少可以洗洗脚吧。对，就算要钱也没关系啊。然后更衣室什么的，我觉得应该要设立一下。虽然这边有公共厕所，但是既然要设一个这个这样的地方，人家玩立桨、玩沙，我觉得。水龙头更衣室不可或缺。对，好了，希望可以改善了，让这边更好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我们前往下一站。OK， 刚刚那个立桨的教练说这一间海鲜面很有名，所以我们来试试看。哦，是炒泡面哦。对啊。哦，这里，你要先拿托盘，然后选泡面，选海鲜，然后选这个给你。那这边火锅料。哎，怎么那么酷？哇哦！看起来很专业嘞。对啊，平均一碗差不多170左右。对，还不错哎。对啊，看起来很像拉面店的那种。对，好吃吗？好了，那我们试一试再移动吧。好，再见。好了，我们到和平岛停车场了。然后彤彤刚刚说他想要玩游乐设施，这个，他刚以为这是游乐设施，大怒神。你以为这个是大怒神吗？这个应该比大怒神要刺激100倍。大怒神，别把它挂在上面，甚至会有生命危险。心脏不好了不能坐，这个超刺激哦。直接昏倒。那我们停车场在这边，这边是售票口，我们刚刚买了两张全票，两张学生票，一张60块。然后我跟妈咪是120。OK， 进去。好，谢谢。哇，很漂亮哎。对啊，好美啊。哎，进来整个风景都不一样。嗯，好美啊！这边有玩的吗？有啊，这边可以玩水。啊，其实现在其实超难约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平常约他出去啊、吃饭啊，都是很难约。对啊，那姐姐为什么今天想要跟我们出来呢？因为可以拍美照，而且我们刚才去玩那个 SUP。超级好玩的，而且这边又很美。对啊，这边很漂亮。可以吹海风，然后姐姐就可以拍很多照片。没错，嘿嘿，大家，我也可以拍。你也可以拍，对啊，一起拍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其实也去过蛮多国家，然后绕了一圈呢、啊，看来看去还是觉得台湾最棒，对不对？对。对，你看台湾东西好吃，交通方便，治安又安全，尤其是台湾的夏天啊，真的超级好玩。那我们这边一定要好好宣传一下。今年的台湾仲夏旅游节呢，分别是北部的和平岛岛屿生活节，中部的2023南投星空季，南部的放油帽岭清凉甲冰，还有东部的东海岸大地艺术节暨月光海音乐会。除了这些呢，还有其他超过35个串联活动，像是最近的世界客家博览会啦、啊，还有小朋友最喜欢的新竹风筝节也是，从人文啊、美食啊、音乐啊、玩水，通通包在里面了。只是觉得台湾很优秀啊。好了，现在就点击下方资讯的链接，查询更多台湾仲夏旅游节的活动吧。My yeah, Taiwan, yeah, yeah, so so fun.
这么多的美食节庆，今年的 season we all love Summer in Taiwan Yeah, it's really fun 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就一起出去玩了吧这一下真的、啊，我再去看看。哦，真的很冰哎、欸！我应该超过二十年没有来和平岛了，这边一样保持得非常的干净。你说了吗？我说我超过二十年没有来了。对，我上次来的时候还是小屁孩。然后我们进来了，这边都可以自由下去玩水。那因为这个水深有比较深一点啊，所以想要安全一点的话，这边可以租救生衣，然后租一件是200块，而且里面还有鱼哎，你看，水超清澈。哇、哦，有鱼哎，你看那个鱼，彩色的，你看。哎，真的哎，那个尾巴是黄色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你看我衣服换了，这想要抓那只小鱼。对对对，抓不到啊，太快了。然后你看鱼都躲在这里。对，那这样会不会比较好？来，捞看看，捞得到吗？可能是螃蟹。这是螃蟹吗？对，它跑进去了，它跑进去了。它不会夹你吗？有一只鱼，这只。干嘛不把它抓？在这里，有一只鱼。你看，好快啊！它瞬间移动。对啊，它真的瞬间移动了。它是这样子，它这样，对，它去哪？对啊，太快了吧！这时速一百公里吧。好了，我刚刚去打听好了，它今天岛屿生活节，因为可能是天气因素吧，所以取消了。OK。对，那没关系，我们这边还有实境解谜可以玩。那如果实境解谜？应该不会吧？找一下吧。你只要搜寻和平岛岛屿生活节，到它的官方网站找这个 QR code 就可以了。是红色那个吗？对、啊。游客中心，在这里吗？对啊，对，一模一样的。不太难了吧？这太难了吧？谁会啊？今天数学比较厉害，姐姐来解。啊？我怎样？船三步到全长约几公尺？这边有个东西可以问啊。好，我们直接问比较快。这个答案，答案很简单。哇，这个。四个数字都在。OK， 好。好了，我们刚刚在这个地面上面找到答案了。那这个答案就不能跟大家讲了，要自己来体验才好玩。好吧，下一关了吗？那我们实境解谜有很多关卡，我们刚刚已经解完一关了。那如果观众有来玩的话，就可以选择你自己想要的关卡来玩。金鱼耶，对啊，还蛮可爱的。对啊。这是同乐赛事吗？感觉。你看金鱼吗？好啊，因为刚刚从去玩水玩的裤子都湿掉了，我们早上去玩 SUV， 他已经把我们唯一的一套衣服换上去。那还有那个他的，那件不会太大吗？就要买啊，他的号码。要吗，姐姐？你要吗？他说要啊，可以。好。蓝环章鱼。对，你怎么知道蓝环章鱼？它很毒。对。那你怎么会那么厉害？我们刚刚在那边买了两件衣服给姐妹，超可爱的。对。直接换上去。那还买了一条浴巾，对啊，这浴巾也蛮可爱的，欸、对啊，它蛮舒服的。那图案是这个，为什么是这样？对，有个 logo， 这是和平岛的 logo 啊，和平岛 logo。因为浴巾这种东西我们比较很实用，对啊，比较用得到啦。因为彤彤刚刚玩水玩了，裤子都湿掉，没有衣服可以换，我们想说直接在这边买。对，对啊，可爱。OK。湿掉的时候是买衣服。哎呀，我们要从这边走啊。啊，对对对。没有啦，就没有裤子可以买啊。想要看到可爱的，买一下，这样子你们在那边逛比较气氛呢、啊。好，刚刚我们看便宜啊。不便宜哦，那一件不便宜，500多块。就支持一下文创啊。今天来和平岛，想说来参加一下他的和平岛岛屿生活节，但是因为天气因素，所以他活动全部都延期了，蛮可惜的。不过也蛮好玩的啦。他没有活动，就是周边的东西还蛮好玩的。对，有泳池啊、沙滩啊，然后也可以浮潜看。在那边。然后游客中心里面有一些文创的东西也不错。而且这里景超美。哎，这边真的很漂亮，真的超漂亮，里面超干净。然后对，尤其是水。嗯，水很干净。我说里面啊，里面设施啊、游客中心里面厕所啊、更衣室什么都超干净。对，蛮干净的。对啊，可以耶。你看今天平日其实人也算蛮多的，已经陆陆续续开始有人进来了。对。对啊。
可以可以，这边还蛮推荐的。好，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，拜拜，就欢迎按赞订阅，拜拜。